主教大人，哦，他应该听不见。哎，谁呀？抱歉，我应该告诉你声，我本想保持沉默，可你们实在是太拖沓了。欢迎天命的小朋友，你们可真叫我好等。多亏了你们，我总算成功调出了理智历程。那么，小心。 卡洛，没事吧？你休想伤害我的队员。最麻烦的敌人，总是要优先解决，对吧？他的绿者能量很有价值。 一把剑是天命的科研部根据你的体质特地定制的，但是要记得，你的体质比别人更易于接受崩坏能的增幅，也更容易陷入崩坏能过量的险境。我知道你有很强的责任感，但千万不要做出超越极限的事情。答应我。 要守约了。生或食，崩坏能封印，完全解放，燃尽吧！